家好，我是花露露。我有很多的粉丝，然后现在呢，我有推出我1:1的公仔跟行动电源，请大家多多支持哦。部分呢，其实它耗时大概半年的时间，从一开始哦，长得完全都不一样的样子，然后到花露露它的每一个，包含它的白色的部分的一些精致度，包含它的眼神，包含最后它的围兜哦，其实几乎老实说，我觉得已经100%是手工去完成它哦，所以其实它的收藏价值是还蛮高的，而且它几乎已经快跟花露露的本狗做到等比例。看到花露露还抱他，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他好像有点重哎，因为我之前看照片的时候觉得他还蛮瘦的。之前朋友有去宠物店，然后我们就是有看到他本人，然后那指导牌出商品就特别过来想要买商品这样子，所以今天也买了他的商品。对对对对，为什么喜欢他？就觉得他很可爱，而且这个商品有实用啊，就是我平常也会用。